现在是陈皮橘子的季节，这些一串串的呢，就是香港呢，他们最厉害的、最出名的是新会，他们就是这种橘子皮风干的变成陈皮，那现在是这个季节，然后他们就会把它一颗颗的剥，剥完了以后就是把它吊成一样这样风干。你看现在老板在做的就是他先用刀子把它划开，然后就可以剥的这样子。片一片就很美，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用绳子串起来，然后就吊在风干里面。因为他们这个呢，新会的陈皮是最有名的，你可以把它晒干了以后呢，煮汤啦，或者是蒸鱼，都非常的开脾醒胃。我来问他一下，那个酸不酸啊？唔酸啊，甜噶，哎呀，好得意啊！你有边度？你有嗰度一株，你嗰度。你看，每一朵剥起来就像花一样。你有边度？就可以买回去，这样。